那这个，11月底之前100吗？好。啊，那我要先分享小物吗？先不要，先等热身车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芝，我在圈圈爱漂亮频道这里。然后今天要介绍一个美甲师的好朋友，这个宝盒，超级无敌好用的，应该每个人都有很多这种东西吧？这个，一开始很多这种彩盘，就是那种圆盘，超多的。然后分享一下，如果你有没有把它，它就是会一直转的，你看转的，傻了，天哪，我的妈，我的球球都跟桌子变成好朋友了，拜拜。要不然就是转不动，你看气死人了。还有像这样跑到隔壁家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等等擦擦，这个真的很难用。还有这个，它呢一开始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好用的，因为很紧，不会撒得到处都是。后来呢，我发现不会手残啊，因为打不开，你看怎么打都打不开，我很用力了打不开啊，然后不小心还会怕指甲断裂。OK， 然后锁不紧的有锁不紧，锁不紧你看就到，它也会跟地板变成好朋友，我的钻钻就没了。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无敌好用的收藏盒，这样子，你看超级多格的，拿个几盘出来就吓死大家。然后两个，它等于是有两个门啊，第一个关起来，然后打开，然后把你的，它可以一个一个排列得很好。把你的钻排列得很好，然后再一个打开，它这个不会很紧，不会很松，你就轻轻一打开就打开了，这样子很好用。所以就是把它们分配好之后，你要帮客人操作，你就拿这一条起来，比如它都是铜片的，就拿起来，然后钻的就有，就这样，应该是在这里打开，超级好打开的。重点是铜片收在里面不容易氧化。好咯，分享到这里。还有我们开放预购到11月底之前都是100块哦，就是这个无敌好好用，赶快订购哦。找圈圈很生气，这玩意真的超好用，如果有还要再加一好。而且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容易氧化你的铜片，因为它等于，它蛮密的，就盖了两次。对，不容易氧化，因为铜片氧化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没错，而且超多铜片很贵。对，然后它氧化也真的会哭泣。会啊，这个的话，它真的是会到处跳来跳去。他们会去隔壁家玩。对，会去找邻居。然后你要找的时候，哦，还要在那边跳个老半天。然后有时候忘记推回来中间，就不想碰到，就全部又没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那个，你看这球球都跑到隔壁家去玩，然后有的还会掉到旁边哦，你怎么转都转不开。就有一次我帮客人会卡住，卡住我就说怎么办，崩溃，我就跟客人说等我一下，打开之后20分的，我的手本来可以做好了，我打不开，就硬转啊，就是硬转，然后就卡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会手残。那个美甲师的指甲太长，会手残。对，然后找不到，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缝隙。要不然就是要挖中间这里。对，可是那个挖不太起来，那扣进去就很难挖起来。对，所以这个会好多家里好多那种东西都丢旁边。有，对，有这个那个有，有都会有。我以前带出去，然后这边全部都贴贴纸，要不然他们就一直旋转，一直旋转，然后就撒出来。对，就是你看，其实有空格的地方，就是已经他们已经跟马路。跟那个地板做好朋友了，已经飞去地上。对，米奇。对，没有给我关掉了吧？好。
顺着一起干。啊，对，垃圾车还没走哦。你可以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好，他开走。其实全部被垃圾车带走。对，那拜拜。OK， 我刚刚讲的大家都有听到哦。他们作品就完成了。耶、yeah ！跟我出来。结束。就是不死心的把它捡回来，这还新的哎，还没用到哎，哦，用到两几颗而已，我才刚买，哎，没有刚买回来，是买回来还没想过要好好的做什么东东。